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1年3月10日。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还发表了一篇文章，不错。讲到中纪委啊，公布十大内鬼。内鬼是什么？就是说中纪委里面是查出腐败的官员啊，自己也腐败，或者简单的讲，就是他的腐败被别人发现了。那没发现的呢？没发现多着呢。所以说，这个中共这个腐败是制度性的，大面积的、多方位的啊，全方位的、多层次的，可以这样讲吧。几乎所有的官员啊，这个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腐败问题。现在我不太知道这个目前的状况怎么样。据说是习近平上来以后，好像说是出台了就一系列的这个规定啊，腐败问题得到了这个治理。比以前呢能好一些，或许是真的。我十年没有回去了，但是在上个世纪我印象当中，那你走遍整个东北三省，什么叫腐败？小腐败是人之常情，大腐败你才是这个容易出事的违纪违法的问题。你比如说中午吧，晚上你说哪一天没有饭局吧？不论什么啊，公司机关厂矿啊，这个迎送往来啊，或者是就开各种会议，这座谈会是新闻发布会，还是招待会，还是这个产品推销会，每一个都要中午要吃饭，吃饭以后要这个赠送礼品啊，这个要勾兑拉关系，几乎都是这样。它不仅仅是这个新闻发布会，新闻发布会都是小礼品，什么一个本儿，一个什么一支笔，什么简单的无所谓。我讲的什么是那些，比如说产品推销的一些会，一个产品推销出有多少个奖励，多少回扣，多少提成，那都明码实价讲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是不是腐败问题？好像那个时候是，只要是你所在的一个公司单位领导同意的，这个不是揣个人腰包的啊，小金库都是合法的。所以这种情况，这个大量存在啊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这个内斗啊，内部搞这个斗争。站错了队啊，或者是这个打击政敌不走运，那才叫腐败啊。于是呢，问题就来了。那么中纪委这个部门是专门查出腐败的一个单位了哈、啊，一个最有权的事的这么一个部门，他自己怎么样哈、啊？你看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中国纪检监察杂志》，他自己办个杂志啊，最新一期发表一篇文章披露，自从18大以来，中纪委系统内十大内鬼，由于十个人倒下了啊，倒下的肯定是这个腐败太严重了，或者是成为这个对立派的这个打击的对象了啊。他讲到说，这些大老虎啊，竟然有很多人办过薄熙来的案子、白恩培、戴春宁、万庆良、朱民国的案子。文章点名十大内鬼啊，说一个内鬼是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建呢，说中纪委法规是原局级纪委监察员、监察专员曹立新。他中纪委啊，他分市，就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两个部门，那么就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对那些31个省市自治区对应的部门，就一个部门啊管一个地区或者几个地区，比如说东北三省归多少多少市，谁来管？那个市主任呢，下面那些还有一些官员分级别。你看他刚刚讲了吧，那个属于有的是这个级别比较高，副局级，有的是正局级等等哈、啊、搞得很复杂呀。那其中就讲到这个曹立新一个啊，他是副局级纪检监察员。那么还有这个第十一级纪检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委委员、纪律检察员呢、啊、监察专员刘建营，还有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处长袁伟华，这个级别就低了一点啊。处长，中纪委第八纪检室原处长，这个袁奇峰，还有中纪委第九监察室副主任、前政局级这个纪律检察员、监察专员叫明玉清，中央巡视组原部级巡视员为张华为，辽宁省纪委原副书记、监察委副主任杨希怀。还有吉林省纪委
副主任、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邱大明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原副书记、纪委原书记江国文等等啊。你看这些已经点名就这么一大坨了，你可以看这一大串都是什么呢？当年是整别人的人。那他一般怎么整啊？他都是这样，这个部门啊，中纪委管的部门，管的是中组部的大干部，就中国家组织部管的干部，到一定级别了啊，就算是大老虎了。那么分成他画成片儿啊，比如说东北三省，就是黑龙江、长春、沈阳啊，辽宁这些部门的，够了这个部级的了，出了事儿就用他们来抓。因为党内都知道嘛，所以这个也很容易找到目标，就是谁办你这个案子，就是如果说一旦怕出事儿，出事前赶快这个找人啊，找关系，找方向，这个化解这个矛盾的，这个堵漏洞很容易找到，因为他都有一个师嘛，他管他，另外一个人管另外一个地方，很容易找到，找到以后可能人托人呗，你即使是纪委监察师的干部，你总要生活吧，吃喝拉撒睡，这个生儿育女是吧，生老病死，这个七大姑八大姨，有些人头脑很灵活，现在找到然后这个跟你勾兑呗，说谁谁谁的案子，这个哥们儿能不能帮帮忙，这个给这个协调协调啊，可能还表面还装的，要这个事难办呐、啊，这个习主席都是这要求严呐、啊，不敢帮助你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，问清楚，这样我想一想吧啊，给你问一问，哎，这个事就来了一点点啊，然后再进一步请你出去坐坐，喝杯酒啊，吃吃饭，这是去了，去吃完喝完酒，上半场这个喝的这个茅台，这一瓶就是十万八万的，就完全可能茅台看多少年的了。然后这个喝酒的时候啊，再给你介绍一下女朋友啊，这上半场结束了，下半场很快就来了，然后就拉下水了，然后这个帮忙，往往都是这样。所以说，就问题大着就是这么多的官员啊，而且这些官员都办过什么？办过大案，你想当年是审讯部起来的，审讯部起来不好审呐、啊。我听说他是在人大开会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，在那个人民大会堂，好像在西厅是哪个地方，就把他给扣住了。刚开始他还挺牛的啊，以为我是太子党，我爹，我老爹是波一波老革命，你们敢动我？没想到人家这个胡锦涛也好，温家宝这个是也得到了就习近平的同意了，支持了，意见也统一了，就奋力把他拿下了。当时搞得就挺激烈斗争啊，就是挺冲突挺激烈，因为这个波协长得高大魁梧啊，倒不是会什么功夫了，主要是他这个从小养成这个习惯，你想他就是官二代夫，这个过惯了就是别人求他不求别人的生活，这个这一点这个习近平和他是非常类似的，就是说总是这个让别人就服从自己啊。错了就错了，对了更对，谁敢抓？没想到啊，人真对他动手了，他想不通啊。刚开始听说抵制啊，后来这个总纪委这些人就开始两面受罚了，有一部分人就是叫黑脸包公，拍桌子瞪眼啊，这个等等吧，吹胡瞪眼。另一部分是什么呢？是和风细雨啊，用周易那个词叫什么？啊，鼓自己雷霆，润自己风雨。共产党就用这套东西整人，那有绝对是炉火纯青，十八般武艺哈。这个可能倒不一定对他用刑了，最起码也得给震慑哈。所以说，那个波西莱为什么在那个庭审上讲说就被他们骗了？骗的部分就是那种软的那一伙，他们这个中纪委的手段就是分成两拨人，不断的换面孔啊，而且他们经常调动啊。用临时上来的人，你比如说中纪委这一个监察师，有的时候这工作人员不一定是监察师的，比如他可以从吉林也打电话叫了六七个，也是吉林还有啊，也有纪委的监察师，这几个兄弟来了，都是对这个案情并不知道什么，今天下午让你审讯播起来的时候，你问什么问什么，你扮演什么角色，像演戏一样，那一部分扮演什么角色，肯定有一伙人是装这个和风细雨的啊，你给党做了很多贡献，对你党对你是立足于挽救，就看你的表现怎么样了。
这个事儿不是太大，只是上级领导交给我们任务，查清就完事儿了。马上好过年了，家里人都准备好了，这个买来了你最喜欢吃的黄花鱼啊，都准备好了。这个讲清楚这事儿就完了啊，能大能小等等，骗鱼魂是骗一部分人是大镇压，你骗不成是吧？开始瞪眼睛啊。不要以为你爸是伯伯没什么了不得的啊，等等的，这会儿玩的很高啊，他是一像演戏一样，然后让你晚上睡不着觉，这个让你睡不好啊，睡不好以后你的大脑就不行了，分析这个反应啊、判断啊、表达都不行了，折磨到一定程度，吃不好睡不好，让你黑白颠倒，半夜三更提醒啊。让你戴上手铐子，各种折磨你呀、啊，又饿你又渴你呀、啊，人家不让你上厕所，再不晚上在你房子外边放一只大狼狗不停的叫。我那时候就放个大狼狗啊，牧羊犬呢、啊，从早上24小时嚎叫，你根本睡不着觉，把我关押在旅顺海军基地啊，部队的看守所里，真是太苦了。我是知道，我透过那个唯一的窗缝看到远处那个。旅顺口区有个像歌舞厅叫，好像叫这个海马歌舞厅，音乐那个灯光，那心里我真是太痛苦，这个就失去自由的感觉。那共产党就玩这个法律玩的太厉害了，最可悲的是什么？整你这伙人啊，他用这个办法啊，这个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进去，别人整他也是这套一样套路，好像他们审讯这东西。嗯，我个人体会，好像有一个叫算是一门科学啊，侦查学是什么学的？据说公安大学里边，都研究这个。我是亲身经历的，没到大学去研究。我就想，这些人就中纪委这些人，往往很多人呢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专业人才，就专门折磨人。他可能有的人过去是公安学校侦查系毕业的，侦查系里边肯定有审讯专业，是吧？怎么能够折磨这个嫌疑犯，让他们这个把心里的秘密讲出来？怎么折磨犯罪嫌疑人，叫他们胡编乱造啊，一直编的什么沿着领导的要求的方向发展，一直到最后领导满意材料递上去，弄虚作假吧，徇私舞弊，甚至枉法追诉啊！就中共共产党搞的东西太可怕了，所以我就在想，这些人，你说这个。刚才讲到这一伙人啊，叫魏建的，就是戴魏建啊，这样的人都查过薄熙来的案子、戴春宁的案子，你想白恩培的案子、李春成的案子，你说这些人他要进去以后，我都能想象他那个审讯他的领导肯定是这样讲的，比如说这个戴维吧哈、啊，魏建吧，说魏建，不要以为现在你还是。这个中纪委的这个室主任啊，你这个呼风唤雨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，一定是这样啊！我记得审讯我的时候，那时候这个郑义强大连国安那个特务啊，就是薄熙来的小麻子儿，审讯我的时候，把手一拍啊，江云，你过去啊，这个呼风唤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我天，我到现在还在想起来，他那脸板的，他本来长得瘦小，像米老鼠似的，那个眼睛眯眯的，大连师范大学毕业一个学生，一口山东腔，和我差不多。那个把那个治病还不叫治病，叫咋呼咋呼，在山东话就是讲的治病。啊，当时我身体不太好，有时间给你找个地方咋呼咋呼，哈哈，看你表现好，给你咋呼咋呼，表现不好就死在这儿了，挖坑埋了，谁都不知道啊！啊，崔鹏，薄熙来这薄书记以后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，你反对他就是反对党，反对党就是死路一条。我现在还能想起郑义强那小脸儿、啊、哈，哎呦我天，这是现在想人生，这是一场戏呀、啊！你说。这个但郑义强现在我听说还没抓哈、啊，别着急。呵呵车克民我听说抓了哈、啊，这个吴文康抓了判刑了，大吴还判刑了，薄熙来判刑了，张明鹏判刑了，就整我这人基本上都进去了，都没得好报。就这些人进去以后，就看张明鹏那个样儿，到那个南关岭监狱能干什么？你说吧，
哎，这个子，还英国什么什么大学留学出来，这样人你说跟着薄熙来作恶，最后薄熙来也没保他，自己都进去了。你就看这中国的共产党内这个腐败，这个黑暗，有几个好人？这个政党里面都是腐败分子，程度不同，就看你整不整你，整就有事，不整就没事啊。所以我就想象这些过去整过别人的人，然后被整的过程当中啊，怎样的这个生存？尤其是判刑服刑以后到监狱，你说一判10年20年，过去都是欺负别人的啊。摆出一个架子，别人都尊重自己，动不动抓这个抓那个，这会儿自己到监狱里去了。你看，狱警肯定跟他讲吧，说是，比如说像这个老魏啊，可能老魏啊，这个好好表现啊，这个你毕竟是咱们都是这个体制内的官员，我都理解你心情，别老想过去了，不可能再犯案了。共产党办的案，那都是板上钉钉，永远犯不了了。老老实实改造吧，怎么办？第二天开始，这个给你一个好活啊，什么叫好活？好的工作就是比较轻松，比如说别人都是这个抬大筐、抬石头啊，从早上干到晚上，那累的真是，这个可以这样讲吧，晚上上床都爬不上去。要给你个好的工作的时候，让你打饭，就是犯人中午要吃饭，给你个大铁桶，那个铁桶都拎不动啊，很大一个桶啊，里面装的烂菜帮子、这个烂土豆、烂萝卜丝，天天那玩意儿，又臭又酸。完了，给你个大馒头，这是不错的，还给你馒头。我在那个瓦房店监狱那时候，根本什么没有馒头，饼子还是什么禽兽之王，就那个袋子上印的字是禽兽之王，就喂动物那个玉米啊，来喂你，你不吃不吃你饿你，一个咸菜疙瘩。天天喝那烂菜干，喝完以后，那个每一个犯人嘴里呼出那个空气啊，又臭又酸呐、啊，这真的。你像这个外边的人来和你谈话时候，人都捂鼻子啊，就是满嘴。为什么那个总吃就腐烂变质的食品呢？没有别的食，成年累月，那个胃里边都已经糜烂了。这现在想，往事不堪回首，能从那个14字里爬出来。就是什么？就是由于我是奸细，就是我也太好了，一生就是全做好事，从来不害人。就是书生气得罪薄熙来了，这个写这么篇文章也是书生气吧？现在想一想，是不是啊？人生就是这样，得罪这么一个人，人这一句话给咱们关了5年零一个月，出来以后，共产党又软禁了3年，就8年。你想想，8年这个世界就变化太大了，是吧？动中方七日，世上1000年呢。你出来以后一看，这一生就活这么个50、60年，有5年就要别人给你杀死了，你就消失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付出的代价，这些当官的一擦一擦，他们就是整天整人的时候，他就不想想怎么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把这个制度变了，变一个民主法治的制度。当然，你民主也有黑暗，你看美国舞弊大选也很坏，也很乱的。但是总是民主比专制要好得多，最起码你制造这种冤假错案比较难，对吧？你包括我们现在。每天都批评拜登，拜登不可能派人美国警察来给咱们抓走了，揍一顿，关到美国监狱里，对不对？这一点就比共产党的好多了。你共产党，你先讲习近平不好，习近平是马上给你翻脸，直接给你送监狱里去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看到这些所谓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，我就不去罗列了。这里面的故事非常多呀。说中纪委有个数字，2020年审结贪污贿赂。渎职案件2.2万，抓了多少人？2.6万人，你想啊，中管干部12人呐、啊，中组部管的大干部啊，还有赵振勇判了4环呢、啊，这终身监禁啊，赖小民直接上枪就崩了，你想啊，这是已经力度够大的了。为什么越抓越多？这个贪污的金额越来越抓越高，情节越恶劣，那就是什么？制度烂透了。但是习近平不想改变制度，因为改变制度以后他怎么办是吧？他是这个金字塔顶尖的人物，你不变制度，他可以随便整别的人，但别人整不了他，这正是他不愿变制度的原因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谢谢再见。